先明法一基宜，普得基础，即现世行安稳，依教修行，福生善处受乐，依正释法，自性释佛世故，转效向大。咱会当体会前面所讲的佛法啦，本来是一，一真实法啦，但是根基差别真多，不管伊是虾米款的根基，佛陀呢，还是将一生实法随众生机该分别，安尼应众生的根基，人人会当接受，这是佛陀的智慧啊！所以，即现世行安稳啊，依教修行，众生凡夫反反复复啊，一时的热心接受，但是根基小，不堪实行，啊，就会反反复复。这种一种性啊，实在是占大多数。修行啊，就是爱有稳定的心，起伏不稳定啊，那一世人有多久啊？所以佛陀还是呢，爱用心真良苦啊，希望众生会当及时体会，及时呢依教修行。咱若有迄个因缘，接受佛法，受佛的教育，发入心来，一世人啊，就会当安住家己的心，激发道心啊，那就会当身体力行，以道来修行。那么何生啊，善处。有这回的因缘，安住心啦，安稳了咱的心，自然呢就何生善处受乐。什么款的地方是最快乐啊？咱爱怎样依正自报？咱的依正。要依止伫倒一个所在出生，啊，真期待咱要去出生的地方，是有安尼的环境，是虾米环境呢？会当当着正法，就是佛法昌盛的地方，所以依正释法。这就是爱今生把握啦，来生呢才有法度受乐，最快乐的，就是有佛法，众生的佛法，众生的佛法，社会都安定啦。在安定的社会呢，会当问道理，听道理呀，修佛法啦。这敢不是最快乐呢？啊，人生啊，色物佛世啦，所以会当转效向大，那么是真期待，期待多一生世啊！咱来即马
爱好好向法来修，有法，咱都爱赶紧听，咱爱赶紧身体力行，希望累积累积佛法啦，一直呢，到家有佛出世的时代，咱嘛会当亲像教定如定吼。家业存者下里佛定，因大家人会当识悟佛事，听佛的教法，咱嘛会当转孝为大。佛陀出生地尼泊尔，2015年4月25日伫中午过后呢，忽然间呐。这下天摇地动，规模7.8的强震啊！瞬间啊，安尼呢，偌尼真侪人啊，家屋呢破碎啦，这是偌尼真悲惨苦难。想过去，同款是伫尼泊尔一个大水灾。主者也是动员起来了，那是佛陀的出生地，所以咱必定要去救啊！遐尼真惨淡，遐尼大的大水灾，死伤啊！这个灭川的地方嘛未少啊，所以咱那段时间。也是真辛苦，去到尼泊尔，来来回回，除了救灾发放以外，咱伫迄个所在，该做1800户，已经过了遮侪年啦。伫2013年的11月初，咱伫美国啊，有组成队。也是慈济人呐、啊，保罗伊的朋友呢，是一位从尼泊尔来的，也是该带入来组织，同款是修行呐，伊是尼泊尔的人，达曼，伊阁倒转去伊的故乡，想看去找探寻，组织行过。的卡家到底这的厝呢，是不是一个安全呢？所以找出了呢，组织大爱的传落出来，因就去其中的一个组织村，迄、那个所在，因去探访过了200户。啊！伫这200户内底呢，已经啦，因所探访过去的啊，有老人，有少年人，有囡仔吼，啊，大家人安全啦，住伫迄个大爱屋的内底哩，迄、那个乡村人呐，安然无恙。可惜呢，就是也个是。贫穷啊，生活无真大的改善，这就是人生的苦。佛陀的故乡，确实呢，灾难遐尼多啦，难怪佛陀啊，感悟迄一刻，他所体会呢，人间。的苦难，所以伊的心愿呐、啊，希望人人呢，爱了解人间的生态，天地人间宇宙万物的真理，予咱会当了解啊，更希望咱人人会当透彻了解心态。唔只是天地宇宙的生态，更重要的是咱人人的心态，
这种烦恼无明啊，起伏做作，安尼流浪迷茫啊，在五道四圣的内底苦不堪。看看佛陀的故乡，贫富贵贱差，这么长远啊，所以因有四圣戒禁，贫穷的人生生世世都安尼传落去，就是伫咧贫穷。啊，这个贫穷呢，是无透彻这念心，心门无拍开啦，这么长。认定家己是贱民，认定家己是贫困，认定家己呢，就是甘愿安尼生活落去。现在最需要的呢，就是甘露法明啊！希望这个法呢，会当传到苦难的地方，用方法呢，拔除因的苦难。咱爱真正大家人虔诚啊，用心的祝福，正面呐、啊，一经文吼、哦，一面之法啊，随力修行，如比丛林，欲挫诸树，随机大笑，渐渐模糊。还是一面，还是法同款呐。有苦难人，都是去救得着啊。敢那唯有一项法去救得着，啊，要用什么方法呢？就是应因的需要的方法。但是第一个念头就是救，救苦难的众生，就是慈悲。喜舍吼，那这都是菩萨的法啦。那下面的文呐，讲诸佛之法，相依一面，令诸世间普得具足，渐处修行，皆得道果吼。哎，咱爱好好用心咯吼。诸佛之法相依一面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拢是同款的法，同款要开开人的心嘛。希望人人会当知苦，唔知苦的人呢，那伊都定都是沉迷、懈怠，唔肯精进。不敌人生的苦难啊，只是呢，敢那有家己，未晓要去想别人吼，那这种呢，永远沉沦呐。所以诸佛的法呢，就是常常同款一面，开开人心嘛、啊，发现自己呢真如本性，了解家己呢。有无有限量的力量侵凌伫咧？这呢是佛陀用心嘛？那所以显明法义。起码要学法啦，了解法，咱一定要真坚定这念心，法就是一啦，一生实相，别无他法啦，就是一生实法吼，这是佛佛道道啦。但是呢，机宜修论，在根基无同啦，就接受的呢。大小当然都无同吼，那么普得具足，
不管是大金大气的人，伊接收到的法呢，就是大法、大量的法啦，就是一面一相真实法啦，伊呢会当全盘接收啦，这是大根基的人。也那小根小气呢，那就是看伊有偌大的勇气吼，容纳迄个气苦，伊都用得偌济。咱那下当啊，这修论得到法的修论普得基础，大家人拢总照你的根基去充分呐、啊，去修法啦、啊。安尼呢，现世安稳，只系你感觉啊、哦，人生苦难偏多，我应该呢，艰苦地方，我有力量，我应该去付出，不管你付出付少，随你的分量去付出啦、啊，自然你的心会安，一世人心安呐、啊。就是在过程中的修行啦，咱有养成了这份的爱心，养成了这份的大慈无悔、大悲无怨，这念无悔无怨的心，真甘愿呢，无有家己的得失，所以无忧，那甘愿呢，大量的付出投入。这呢，就是咱的修行所得的果啊！这，其实这世人，咱的心会当真安稳。这呢，就是现世安稳，有做都安稳啦。修行得果安呢，直直坚持行落去，安呢呢，就是咱的果啦吼。后世人呐。同样就是生在这个善处受乐吼，啊，会当得到呢佛法啦，啊，咱会当依报正报，啊，拢伫佛法中啊，再讲诸佛之法相依一面，咱来记着一切诸佛啊的法呢相用一。弥平定一时大法，即是佛心无量大法吼。那离心无别法，一面就是亲像清水、河水，永远都是共一个味吼。一时大法就是亲像水啊，是最实在，一水的相。甲最实在、最的味吼，那这是一时大法啦，就是佛心。其实这个法啦，就是佛的心啦。佛心就是真理，因为佛心叫做觉悟嘛。啊，觉呢就是真谛，就是道理啦。所以这是佛心。无量大法吼，那离心无别法，这是诸佛之法，这是真如本性，时时呢都用伊的本怀啦，一德性呢，就是要施法和众生，这是相依一面吼，啊，离开了这个。真如的觉性啦，那都无其他的法好讲咯。所以，令诸世间，那世间呢，就是时间甲空间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等三世称为世，东西南北上下十方叫做间。所以啊，这个世。这是时间的意思吼，是吼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在极短的时间分秒，啊，一秒过去、现在、过去、未来，啊，
就是这么这么紧缩的时间，漫长的时间呢，那就是在星空中啊，在这个空间，那就是漫长啊，永恒不变啊，确实呢，有真多的世界呢，在这个虚空中在轮转啊，绕着太阳啊，在轮转吼，这呢就是时间呐。搁在呢，世间间吼，就是东西南北上下十方，叫做间，这空间呐吼，那就是讲宇宙天下吼，那整个地球啦，拢称为间。大空间啊，吼，是安尼叫做世间呐、啊。世间就是时间、空间，也个有人甲人的中间吼。所谓世间，也就是宇宙乾坤呐、啊，遍及三罗万象，大地，佮包括了人生，那通明拢叫做世间。唔只是包括人生啦，所有的生命，所有的动植物，拢总呢，就是包含伫天地之间，安尼叫做世间呐。众生啊，所依靠的天地国土，嘛是叫做气世间。这个气世间就是有气物的物件，目睭看会到的。哪怕是千年的大树，哪怕是呢地上的小草，这呢拢叫做气世间的物质。那何况讲吼，那这个大空间的建筑物，气世间呢，都经过了时间的腐蚀啦，总是呢也有败坏。所以佛法定啊讲。气世间呐、啊，有形住坏空，弥陀就是最后的见证啊。形住坏空，人生就是伫这个气世间的内底啊。所以众生啊，有惑作业所感，有生死存亡的色心呢，叫做有情世间。众生呢，就是安尼。来这个人间啊，无明不断复制，随这个依境而报，就是生在迄个所在，遐的种种，那遐的生活，所以讲众生啊，有业作业所感吼，有生死存亡的色心呢，叫做有情世间。看得到的器物叫做器世间，咱人依靠迄个所在生活，咱幽静幽静，就生伫迄个所在，就是呢，咱带入来的依静依波吼，看是咱哦苦啊，啊，就永远伫迄个苦难中，无法度通脱离。有风呢，哦，自然因缘呐，所以。普地继续希望这个因缘呢，爱搁再继续，就是人人皆能继续，我皆实现呐、啊。这人天的善法，做出了出世的根基，咱来好好来甲因教，叫人人呢开始爱持我戒，爱修实现呐、啊。安尼来改变迄个社会，改变了人人的心态、生活的形态吼、啊，慢慢就会当呢做出了出世的根源吼，修行啦，慢慢将五戒十善，安尼慢慢靠近佛法啦。就会当了解呢法的真理吼，才有法度呢出世，就修出世法，啊，莫搁在伫这个世间呐，啊，
待业来生吼，要过来生呢，就是爱心理准备好好，待法而来哦，这是咱爱训练，所以渐处修行啊，该得度过。那么三性之人吼，渐渐处地修行易多，起佛心呐、啊，立宏愿呐。该领得果啦，这个三性一人就是声闻缘觉啊。那一个有在家发大心修菩萨道修行，不是为着独善其身，佛法通盘了解啦，就爱自我解脱出来，投入灵魂，所以渐处处地修行易。多吼，那起佛心呐、啊，立宏愿呐，该领得果啦。所以呢，咱爱好好用心嘛、啊，就是安立于人天善道。一般的人，大家人爱赶紧呐，该往修来呀、啊，那就是人天的善道。那么都要开始啊，在家菩萨呢，五戒十善啊，咱来好好坚持吼，渐处修行出世法，啊，才慢慢呢来了解佛法吼，即令第三性出世之道果。那安尼慢慢接近了解佛了后。咱的心嘛、啊，都袂讲起心动念嘛、啊，咱就会当安稳咱的心哦。那在道中呐、啊，这慢慢说出来呢，那就是结果啦。这就是合中孝育处德育情重。所以咱学佛，真正是爱坚定这念心呐、啊。去世间呢，行住坏空啊，都是伫无常间会发生哦。咱呢，但虽然来到人间呐、啊，伫这个时间呢，生老病死啦，那咱也都要把握伫现在，和咱的心呢，唔通安尼。生住一面吼，安尼起起落落，咱爱安稳吼，安定落来，所以咱爱时时爱多用心。